江湖腥风血雨，各门派都以扑克为武器，一决高下。就在这时，一位世外高人携带两张强大的王牌，创立百乐门，并开创十年一度的斗地主大赛，以和平的方式化解了江湖纷争。时至今日，一股隐藏的邪恶力量又在伺机酝酿着。